超神宇宙中有一颗十分巨大的星系树，树状结构下是分布在不同星系的文明，这些文明里处于同一维度的我们称它为主生物文明，例如地球，而那些未被发现和定义的领域我们则称之为次生物文明，也叫虚空。神和文明、天使文明和暗世界，这是主生物文明中最高等的三个文明，也代表小爷，我叫赵信，代号德星之枪。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，没错，就是我。哪里有罪恶，哪里就有我。现实很残酷，我就是现实。我的名字，麒麟，中士，狙击手。听说你们都管他叫大宝剑。弑神一号已装卸完毕。虽然曾经我是一名屌丝，谢爷我风度翩翩，长发飘飘，祖上是名将。就算世界末日，我的枪也必定会奋战到最后。哪里有罪恶？听说你们都管他叫大宝剑。
志心是小爷的女人，谁都别想动她。就算世界末日，我的枪也必定会。现实很残酷。弑神一号已装填完毕。虽然曾经我是一名屌丝，但谁规定了？听说你们都管他叫大宝剑。哪里有罪恶，哪里就有我。虽然曾经我是一名屌丝，世界上最幸福的男。现实很残酷，我就是现实。信爷我风度翩翩，长发飘飘，祖上是名将赵云。就算世界末日，我的枪也必定会奋战到最后。在战场上，永远不要小瞧一名治疗，尤其是我，雨晴，医疗总长。在战场上，永远不要小瞧一名治疗，尤其是我，雨晴，医疗总长。抓住破绽，精准出击。
帝之力程耀文前来报道。